前段时间网络上一条80后该换身份证了的微博引起热议，证件照自然无法 PS， 想要接下来的十年不再被可怕的身份证噩梦所折磨，就要学会如何画出最美的证件照妆容喽。下次我要在上边啊。看似素颜的证件照妆容就完成了，你以后终于可以自信满满的秀出你的身份证喽。在这里还有几个关于证件照的小贴士，你也参考一下吧。